临时通知，您的五一假期余额已经不足，不过还有一群人5月4日还能放假。根据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第三条规定，5月4日青年节，14周岁以上的青年放假半天。2008年4月，经国务院法制办同意，青年节放假适用人群为14周岁至28周岁及14周岁至28周岁的劳动者，在五四青年节这一天享有半天假期。